嗯哼，事情是这个样子的。因为呢，之前呢有跟大家介绍过叶阳米商行，他们出了一个很厉害的米萃取多功能洗净度，就是这一题，没错没错。其实呢，之前有介绍过，那就是因为它的功能实在是太多太多了，真的一篇会完全讲不完，所以呢，乐乐决定要加拍第二篇。对，好，为了这个呢。你知道多牺牲吗？有没有看到我的刘海？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油，对，油到我自己都觉得很可怕。好，但是呢，这还不是最恐怖的。以下画面呢，请各位自行斟酌观看。准备好了吗？我现在要用我的手，你们可以看一下我的手，它现在是干净的。对，就是这样子。油光，我认真跟你说，我有要拍这一篇，我忍了两天没有洗头，然后脸的话目前都还没有卸妆，然后嘴唇上也还有残妆，所以呢，待会就是要用这一瓶米萃取多功能洗净露来洗脸还有洗头。那我们呢，现在呢就是先来洗脸卸妆给大家看喽，就是用这一瓶米萃取多功能洗净露。先把它挤在手上，它其实量啊就是这样子一点点就好了。现在就直接用这个米萃取的洗净露来卸妆洗脸，然后我们来看看差别。然后它不用挤很多，就这样一点点。然后我自己呢是会用这种洗脸巾，对，来洗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好哦，这样子洗脸就完成喽。然后给大家看一下，是不是脸上油光完全都没了？接下来呢，就是要洗头。那我想说，我先洗刘海给大家看，对，然后先吹干那个效果，让大家看一下。大家现在非常的油，然后很扁塌，对。我现在就来洗刘海喽。一样就是用我们的米萃取，这个的话呢，可能就需要多一点点啦。有看到吗？整个是非常非常的蓬松、柔顺，不会觉得说它非常的毛躁或者是打结。我刚刚也完全都没有用梳子，就是这样子把它吹干，超厉害的耶！回来了，同样的灯光，同样的角度，同样的位置，有没有看到我的刘海变得非常的蓬松？真的是很蓬松，而且它不会打结哦，然后就是很柔顺，然后还有淡淡的小苍兰的味道。对，那脸也是哦，先给大家看，看我这只手，我这只比较干。这个呢，手现在目前是没有任何的反光，然后再摸一下我的脸，刚刚还记不记得刚刚那个很可怕的画面？有没有看到？真的完全不泛油光，对。但是当然啦，你洗完脸之后，你该做的保养还是要做，比如说，你的化妆水、乳液那些一样是要擦的，对。只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惊人呢，我没有想到，竟然真的可以拿来洗脸跟洗头发。对，因为基本上我们都知道脸部的肌肤是非常非常的脆弱而且敏感的，但是呢，这个洗完完全不会干涩，也不会紧绷。然后我觉得洗头这个让我蛮惊艳的是，因为啊，我的头发啊有染有漂，所以其实我挑洗发精非常非常的龟毛，所以我一直不敢轻易的尝试这件事情。今天证实了，验证了，真的啦，真的啦，通通都可以洗，你家里就这样放一罐。什么都通通可以搞定，不管是你要洗碗、洗衣服、要拖地，还是要拿来洗头、洗脸、洗澡，通通全部都可以，真的真心推荐给大家，非常的好用哦。